大家好，我是文瑞。啊，来到韩国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。然后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，每隔一段时间吧，我都会做一种梦，就是非常类似的一种梦。梦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回到了中国。当然，我也现在非常想回到中国啊。比如说中国真正能够走向自由民主，我回到中国以后呢，就是比较安全啊，各个方面。那么我当然是非常想回去了。 见到亲朋好友啊，回到老家，这都是非常好的事儿。但是在梦境当中，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？非常紧张。为什么呢？我感觉到了中国以后，好像回不来了那种感觉。然后经常能够看到那样的场景，就在机场里面，我非常着急啊，就想从这个机场坐飞机回到韩国，但是就回不来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往往就醒了。醒了以后呢，我就看到我自己啊，在韩国，我心里面就这个放松下来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一场梦啊。 就觉得这个就是很很轻松，然后有的时候呢，我看到我的韩国的那个护照哈，绿色的护照，我就觉得哎呀，能够在自由的国度哈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当然我这么说吧，可能又有一些人不太高兴啊，他们就会讲说你太不了解中国了，对吧？我现在经常就是我这几这些年吧，经常回到中国去，对吧？还能赚很多钱，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。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，对吧？你好久没回中国了，你不要这么说。 啊，怎么说呢？虽然我好久没有回中国，但是我自信哈、啊，自己比很多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的那个现状，对吧？是你现在可能是岁月静好，对吧？对吧？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什么事情，一旦这个社会主义的铁拳砸到你身上，那你是防不胜防啊！那是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的岁月静好就碎一地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你是叫天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！这样的例子看得太多了，就是这样。 呃，怎么说呢？今天为什么谈这有这样一番感慨呢？就是今天看到两个消息吧，咱们一个一个说一下哈。第一个消息呢，就是上海市的这个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二附属中学的前滩学校哈，它最近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，二零二一年的，就是什么呢？他要求啊，想让自己的孩子就是进入第一档排序的家长们，要把这个孩子的名字啊，填到这个房产证上。 那这项要求呢，就让很多家长嘛，就是几乎陷于崩溃吧，非常的这个难受。那为什么崩溃呢？为什么难受？这个一会儿我再解释哈。那这个话讲起来，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就是现在很多城市吧，中国很多地方的家长都会买那个学区房嘛，就是特别是好的学校旁边的学区房，买了以后呢，孩子就能够很轻松的进入好的学校接受。 啊，这种好的教育，当然在上海也是如此。那么这个前台学校，我不我不了解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吧？那么可能很多家长就花了很多钱在这买了房子，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啊，我们我们买了学区房，那我的孩子肯定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学学学校里面去，在排档的时候能排在第一档。但是现在这个学校的规定就变了，就是说你要想进入第一档排序的话呢，你的孩子的名字必须在房产证上面。我一看到这个消息哈，我就。 因为我在韩国生活很久了嘛，我就看到中国的那很多政策啊，我就哭笑不得，你知道吧？你说这个孩子啊，为啥要把他的这个名字放到房产证上了？这我就不理解，对不对？不有户口吗？对不对？你不有户口吗？户口户主是谁？对不对？你你拿一户口你就证能证明他是自己的孩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实在不行你就实在不行，对吧？花点钱搞一个亲子鉴定，对吧？这是我的孩子。 然后房产证是我的名字，是吧？这不就可以吗？你为啥非得让他这个名字进入到这个房产证里面呢？让这孩子的名字，我就不理解。这政策它的它的依据是什么，对吧？如果说这么做很容易，是吧？你到哪儿开个手续就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放到这个房产证上，那也行。但是目前哈。 具体原因我就不细说了，这可能大家也不关心。目前的情况就是说，你买了房子以后，你想把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再重新加入到，不是再再加入到这个房产证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可能性是零。所以呢，这些家长他们就很崩溃啊。你花了这么多的房子，孩子呢还不能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好学校里面，那你说你买这个房子，你说是一种什么心情啊？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消息，我看到就是说。 上海市三月中旬吧，推出了一个中考改革细则，就是说，要求重点高中哈、啊，把这个大部分招生的名额呢，分配到整个这个上海市区里面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这个学区房啊，可能在某个重点高中的学区房，它的这个竞争力就降下来了。就是你是你学区房和其他地区的房子可能是没什么区别。那么我们可以做一种想象哈、啊，做一种假设，就有这么一个。 学生家长花了很多钱，贷了很多款，在一个学校旁边，好学校旁边买了一栋房子。结果呢，他的孩子因为那个名字没在房产证上，所以呢，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学校。那他每天看的别人家的孩子啊，开开心心的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去，他还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很远的一个普通高中那里去。你说这个家长他是什么心情？ 而且呢，现在刚才我不讲到了吗？就是说，可能重点高中它的这个招生范围扩大了嘛？那它这个学区房，以前他花很多钱买的，现在这个房价也降下来了，你说他什么心情吧？这就是一个我们能够想到的一个一个状态吧。所以呢，就是在中国社会，对吧？你说有钱，现在在这个上海这个中这个学校旁边买房，这些人估计家里都是多少有点钱的人啊，对不对？要不你也买不起那个学区房。 你说有钱又能怎么样？呃，你你在跟这个体制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你可能觉得挺好，岁月静好。一旦有利益冲突，那么你可能第二天就变成受害者，甚至很短时间之内你的财富就没有了。不要说一些普通的这些有钱人，马云又能怎么样，对吧？曾经是中国首富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这就是这个中国社会的现状。这个是呃一件事儿啊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。 女孩子吧，呃，年纪很小，然后她发了一个视频啊，她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一个男人这个强暴，然后发了个视频求救。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啊，我相信做父母的人心里面肯定都很难受。这个视频哈、啊、有几点，咱们说，第一就是这个孩子是多少岁呢？十三岁啊，十三岁。我相信很多人看了这个视频啊，十三岁，她强暴她的这个男人是四十多岁。你说这个男人他他还能算作人吗？对不对？那孩子刚十三岁啊。 离成年还差很远呢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呢，就是那个做坏事那个人，他要跟这家人私了，然后这小女孩不同意，然后他的家人还把这个小女孩给揍了。你说他这家人是什么样的家人呢？对不对？什么样的人，对吧？不仅不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反而这么做。最后呢，我看到一点，就是说这小女孩吧，最后拍完视频说给大家跪下磕了个头，就更让人心酸。 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能感觉到她其实是很无助的。她作为一个这么小的女孩，应该受到全社会保护的。她这个新消息出来以后，应该是很多机构都要介入进来的。但是好像她得不到这样的保护，对吧？她的这个诉求得不到回应，所以她没办法，她就要发一个视频求救大家，给大家磕头。你说这让人看了很心酸、啊。所以说，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幸好我的女儿生在了韩国，对吧？ 真是这种感觉，所以说大家能多少能理解，就是我那个那个梦境的那个那种心态啊。那有人说了，韩国不也有这样的事儿吗？前段时间你们不也出了什么对孩子的？当然是，但是韩国社出了这这个事儿以后，大家整体的感觉是帮助孩子，然后整体社会在反思，孩子他起码能够讲出话来，孩子家长也能他能讲出话来，对不对？那中国是那样吗？很多时候，往往受害者就被就成了这个，就是好像成了这个不稳定分子了。 对吧？你要说想要去争取自己的权益，哎呀，那人家就请你喝茶了，对吧？让你这个要牺牲小我，成全大局，对吧？你怎么这么这个不懂事儿呢？就基本就这种这套嗑。如果说请喝茶不好使，你还要坚持，那什么寻衅滋事罪啊，什么这个就是社会主义铁拳，那就下来了。我说的不夸张吧？对不对？ 而且就是在中国社会吧，很多人嘛，他很冷漠，别人的事儿跟自己没关，想都不去想，完全不关心。即便是轮到自己身上，你像刚才这个女孩儿，这个家长，他的家人，也是这种要大事化小，要小事化了。受这么大委屈的还是这种状态。包括就是那个学区房的那些家长啊，我猜测哈、啊，可能会有人这么做。就是他面对这个政策，他怎么他怎么办呢？他不去想要争取自己的权益，他是通过别的方式，比如说他。 具体那个房产证归谁管我不知道哈，他可能去给人家相关部门送礼，送个五万呢、十万呢，对不对？通过这种途径把这个名孩子的名字放到房产证上，或者是跟教育局啊什么这学校的一些人送礼，对吧？送个五万、十万、什么二十万的，然后让这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在中国社会，他不会通过一个正面的渠道想办法争取自己的权利，总是想要回避这些事情。那么。 这些做坏事的人嘛，他们就越来越肆无忌惮，他们越来越看到啊，这里有很多利益，那他们就越来越这样去做，那老百姓的生活呀、啊、就越来越惨淡。啊，行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哈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